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啊，是在盐湖的22号堤碾，也是刚刚修复完成的。这里的海拔高度呢是320米，它比我们运城市区海拔要低45米左右，比西面的黄河要低14米左右，是我们运城盆地当中的盆底。总书记呢，从我们的这个堤碾整治的平台的最前端步行一直走过来，走过来呢大概是个180米的路，中间啊有几块展板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个盐湖生态修复与保护的一个过程，以及退盐还湖、还湖渔民的整个时间过程点，然后同时呢展示了我们运城盐湖自然析出的几种无机物啊，硫酸钠、氯化钠，就是食盐啊、芒硝啊、硝板啊，包括黑泥、蠕虫。总书记呢对这几个东西呢非常认真的看，总书记呢在这里问了一些黑泥的整体的一些情况，然后旁边的展台上呢放的有蠕虫，我们给他介绍这个蠕虫是生态养殖，整个环湖的湿地保护系统蠕虫是关键的一环，这些池子里含盐量非常高，里边呢含有一种藻叫杜氏盐藻，然后蠕虫是吃杜氏盐藻的，天上飞的这些鸟是吃蠕虫的，整个这样的一个闭合的体系，然后呢一路走过来到这个平台看了一下整个盐湖的整体的景观，他最关注的还是生态。盐池的生态保护亮点主要是有4点，一个就是咱们这个退盐还湖，咱们这停止了盐湖内区域内15家这个化工企业，第二个就是这个水系治理，咱们对所有直排盐湖的污水都给它切断了啊，这把该修的一些污水处理站呀、处理厂都修好了。第三个就是垃圾的清运，这几年我们把盐湖这个内外的所有的垃圾都进行了清理。第四个呢就是堤碾呀、这些江道呀、这些内部的毛细血管，我们把它给打通了，把盐池的水系现在也循环开了。生态修复的就是4件事，还有辅助的还有不少。鸟类变化多了，这几年这个退盐还湖开始抓生态以后，鸟类由原来的100多种现在上升到205种，生态已经非常好。总书记也问了这个七彩盐湖的情况，他看了这个图片问这个七彩盐湖主要的原因，就因为池中的卤水的浓度不一样，它浓度越大它的杜氏盐藻的生长的这个量越大，因为这个杜氏盐藻里面含有一种贝塔胡萝卜素，它是红的，如果在空中这个俯瞰的话，加上这个反射呀，加上黑泥呀，方方面面的盐湖就是一个七彩，七彩盐湖实际上是生态改善的一个标志。我们内心啊是非常激动的，我们以后啊一定要把盐湖的生态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非常激动。总书记能来到我们盐池，而且对盐池的生态保护这么关心，这是更加激励了我们将来一定要把盐湖保护好、利用好、开发好。我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今后要更好地保护好盐湖，并且讲述好盐湖故事，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热爱我们这片盐湖。